熟世里快乐无顾虑。沙威力急，大家好，我是 Watcher 胡慧聪，环境是不是很漂亮呢？置身在苏梅岛，没错啦，冲游泰国九去到这一刻呢，拍摄呢就顺利结束啦，预报以外十月底有得睇，咁我 last 个 part 就嚟到苏梅岛啦，咁而家置身于就我住嘅一个 pool villa， 价值差唔多20,000 pound 嘅 pool villa， 顾名思义啊，个 villa 上面有个 pool 啦，环境正啊，望住无敌海景都正，其实呢呢度有个楼梯呢，一落去呢就係海滩。海滩之上呢唔係太多人嘅咋。嗱，过嚟睇睇阿摄影哥哥。睇睇个海滩。我基本上呢我喺呢度啊。一道门一落去就得㗎啦。跟住上返嚟就得。咦，咁驚唔驚有啲閒雜人等咁啊，好似未出现过呢啲嘅事情囉。基本上都係安全嘅。好啦。咁我哋就入房睇睇咯，睇翻转头呢个就个 villa 啦，两张椅可以喺度晒太阳，跟住入嚟我间房啦，噔噔噔噔，嗱呢个唔系 show room 嚟嘅，即系我间房嘅，关埋道门先，我啲行李咧就喺呢度啦，因为带咗好多行李嚟，咁啲衫咧已经收晒，因为一息间咧就要 check out。個衣架我嘅，呢啲衣架我嘅，唔係酒店嘅嚇咁樣。咁我帶咗啲唔同嘅鞋嚟啦嚇咁。跟住呢邊咧，其實咧可以瞓多個人嘅。望出去咧，哇！又係呢一個靚景啦。火龍果，一陣間食完先走。係啦，我啲嘅珠耳繩啊，啲戒指啊、耳環啊，係發老效嗰啲咧，係咁帶咗幾副眼鏡嚟啦，啊！咁水又飲飲啦，亦都有得俾你整咖啡啦。兼且裏面啊，雪櫃嗰啲飲品都係飲飲，包括呢個維他命水噃啊，唔係普通嘅清水，維他命水有啤酒添。房間 size 都大嘅，呢個咧係8尺床，係8尺床啊嚇！啲衫一陣間先執。咁遺憾嘅就係、因為酒店咧都有少少歷史，都有成5-6年嘅，咁所以咯喎。設計裝修嗰方面咧，旁邊就沒有 USB 插頭，但係咧亦都有插蘇頭。如果大家嚟嘅話，建議咧就帶多幾個拖板啦嚇。好啦，跟住去前面睇睇廁所浴室，廁所冇乜嘢啦嚇，馬桶。跟住啦，就浴室啦，浴室有個類似 wing shower 嘅物體啦。我跟住更加正咧。就係呢個位啦，呢個位，喂，坐落去，坐落去沖涼嘅話咧，一邊沖涼一邊有海景啊，正啊！依個湖室著埋鞋落去一息間會放乾水沖涼，順便洗乾淨埋個沖涼乾先走。哇！你睇下，望出去海景啊！呢個 pool villa 另外一樣好吸引我嘅就係呢個位啦，瞓喺呢一個位，跟住裝下出面，拉開窗簾，哇！無敵海景就在眼前啊，真係吸引啊！哈哈，真係靚。又或者當你瞓喺張床嘅時候，望出去。亦都是呢个景呢、这个位置，直头唔想起身啊！呢间酒店咧有唔少嘅 villa， 我嗰间咧就系海边嘅 pool villa， 咁而呢啲咧都系 pool villa， 不过就没有海景咁话。我嗰间20,000 pound， 呢间就10,000+啦。而呢度咧，总共有3个泳池，其中有一个亦都系无边际泳池，好鬼靓噶。泳池一落去就系海滩啦。酒店 size 唔算好大，咁你可以选择行，亦都可以叫佢揾啲 golf car 去车你。咁我懒得叫人嚟车我，费事等啊，咁就行啦，行都唔系好远噶咋。其实而家系专登行去。那个泳池俾大家睇，基本上咧，
食早餐的地方就近我间房嘅，我可以行去食早餐，而唔行嚟呢度。但系就专登行下，等大家睇下周遭嘅环境，顺便睇下个靓靓泳池。苏梅岛咧，虽然唔系灯红酒绿、夜生活嘅地方，但系好多游客嚟都系 hea 休息，所以晨咁早八点钟咧，就唔系好多人出动嘅。好啦，就系呢个泳池啦。系啊，一个客都冇，俾大家睇睇，真系水天一色啊！哇！系咪好靓呢？如果晏少少阳光普照，仲靓啊！望到出面好多船泊喺度，椰林树下。好啦，呢度又另一 part 咯。除咗刚才嗰啲 villa， 亦都啲较为普通嘅房，都系六七千匹嘅啫，就系呢啲啦。你可以选择住喺下面呢啲位置，又或者上面都可以，都好有呢啲英式风情啊！我对铺咧就是、住呢啲房啦。佢哋行出去泳池同埋行出去餐厅咧，其实都唔远嘅。转眼间又行翻翻嚟啦，呢度入去咧就是我间房嘞噃，嗰个就是我个 villa 啦，但系唔入去住。嗱，旁边有一间餐厅，有一间餐厅，咦冇人嘅？诶，呢度唔系俾你食早餐，食早餐另一间，呢一间主要食一啲嘅健康菜式嘅，冇错啦，健康菜式。出面咧亦都系。有位俾你睇海景，跟住旁边咧，见到有啲人坐喺度嘛，就系食早餐嘅地方啦。亦都有呢啲椅俾你喺度睇海景，系咪好逍遥好正咧？也有呢啲位，甚至乎我哋可以俾你化身成为网中人都仲得。你可以选择在呢个有沙的地方吃早餐，亦都可以选择里面，冇错啦，里面有冷气噶。睇下啲嘢食丰唔丰富。刚才讲过话呢有三个泳池，呢度是第二个。第二个泳池的另一边，即是呢一边，就是吃早餐的地方啦。睇下早餐的食物，其实跟其他酒店一样咧，早餐都是那些嘢。我中意佢啲橙汁夠凍，豆腐湯啊，肉碎豆腐湯。咦，仲有呢一個叉燒包喎。亦都有燒賣。佢整翻個雞肉炒粉，我睇又夠好啦。食蛋都得噶，整翻只鵪鶉都得。啊，收我哋卡。仲有其他嘅選擇咧，大概係咁啦，簡簡單單，唔算得超豐富，環境都好。對於我嚟講，最緊要係冷氣啊！你叫坐出邊就 well，OK、okay、嘅，揾地方坐低食早餐先。
气有声啲，实在无用困扰。一生中不知道富贵弊丽那个先，达不到不必喊，皆因你未到终点。成败就由苍天请给一个转变，但愿我此生里悲伤去了再现笑脸。成败就由苍天请给一个转变，但愿我此生里悲伤去了再现笑脸。要去蘇梅島梗係搭 Bangkok Airway 啦，香港有直航，甚至乎喺曼谷搭內陸機去都選擇 Bangkok Airway 會好啲。點解呢？因為直航啦嘛。你話如果搭其他航空公司，落咗機喺第二啲省府，仲要再轉車去舟車勞頓，再者其實唔係唔使錢啊，都要錢嘅，只不過咧就可能平過 Bangkok Airway， 但係計翻條數再除四嘅話咧，查實時間就係金錢啊！一上機40分鐘到，一落機就已經係啦，兼且仲可以用佢哋嘅 lunch 喎，冇錯，用佢哋嘅 lunch 食嘢，攤頭都得。Sawadee krap. Hong krap. Thank you krap. Hi. Now, 坐 Bangkok Airways 咧有個好處就係你就算係經濟客位都可以享用佢嘅 lunch 喎。lunch 裏邊有位俾你坐，有地方俾你插電，仲有嘢食添噃嚇。看看有啲咩食先得，睇下有啲咩嘢食，有咸点也有甜点，唔少糕点，亦都有饮品任饮，起码有地方俾你摊头下休息下，到时到后先至去上机。其實喺素韻浦國際機場裏面 Bangkok Airways 嘅 lunch 咧，唔單止得一個，嗰、那個咧就係俾經濟客位嘅朋友啦，這個咧係俾商務客位嘅朋友。知但係有幾多人會坐商務客位呢？就算一啲居泰港人嘅朋友啊，佢搭內陸機去到蘇梅島嘅話，咁佢都可能未必會搭商務客艙喎。咁所以裏面啱唔啱介紹呢？就是因為可能唔係咁多人用，所以你都冇乜機會見過，咁咪要拍俾大家睇咯。睇咗當去咗，睇咗當用咗啊嘛，就俾裏面嘅情況大家睇睇。哇，这个比商务客位朋友用的 lunch 呢真的靓很多，同埋食物种类都多很多，还有这些的热食啊，是啦。种类都多，环境都靓，梗系啦，商务客舱嘛，真的吃翻只蕉先得。咁有可能話，咦咁講，呢個經濟客艙就咩啫？唔使錢喎，大佬你坐經濟客位咁可以免費用個經濟客艙嘅 lunch 喎，想點啊？咁呢個咧，咁係就係坐商務先可以，咁同埋咧一啲嘅某啲卡嘅人士都可以。咁但係你話如果唔係，會唔會有啲好似某啲嘅 VIP lunch 咁樣？我咩卡都唔係商務，我俾錢得唔得？sorry 呢個係唔得嘅，必須要係商務客位嘅人士啊，又或者某啲卡嘅人士先可以。當然啦，呢、這個 lunch 裏邊嘅嘢飲同嘢食就更加之豐富添啦，而且仲有啲熱食喎，冇錯啦，即叫即整嘅熱食啊！眼前的呢啲食物咧就嚟自個 lunch 啦，咁究竟有姿勢有冇實際呢？試下先得。就是個所謂嘅香港面啊，香港面即係咩意思啊？喺香港未食過呢啲面噶噃。
除此之外咧，呢、這個 lounge 裏邊就按摩服務，咦係按十分鐘嗰只，可以按耐啲都得嘅。咁使唔使俾小費？唔使嘅，係邊個同你按啊？係機器同你按啊。食完嘢，按完摩，攤頭夠，跟住準備上機啦喂。Bangkok Airways 嘅內陸機咧，有時係大機，有時係細機，但大機細機都好啦，都舒適嘅。而且有時仲有商務客位添噃，不過呢個都與我無關，最緊要坐得舒服。老實講，四廿零分鐘至一個鐘就到，有時又唔需要咁奢侈嘅。仲有，雖然剛才個 lunch 裏邊有嘢俾你飲，有嘢俾你食。但慎防真係餓親啲人客咧，所以啊喺呢啲程機程裏面咧，都依然有飛機餐、簡單嘅嘢食同埋有嘢飲俾大家嘅。好，擺好件行李，跟住就坐低咯，喂。